大夫研制的新植物尖刺三叶草，谢谢点赞。尖刺三叶草仅需150阳光，当僵尸遇到它时，它会缓慢地伤害僵尸，而当僵尸啃咬它时，它会直接秒杀僵尸。当你给它吃一颗附魔钻石，每当它消失后，它都会把僵尸变得很脆弱，然后持续伤害僵尸。当你再给它吃一颗附魔钻石，当它遇到僵尸时，它会发射一颗伤害药水干掉所有僵尸。当它被一些强力僵尸啃咬后，它会魅惑全屏僵尸。当你在第一关种上它，它会召唤一个钻石火炬树桩。当它遇到僵尸后，它会发射火焰钻石子弹，横扫一团僵尸。并且在干掉所有僵尸后，他还会奖励你全屏钻石。谢谢点赞。